可以了吗？好，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啊！那我们接着来讲啊，归敬三宝记后面的归敬僧宝。那么，归敬僧宝后面啊，有一心恭敬三宝以及诸救世弥勒等，智慧第一舍利佛，无证空行须菩提。那前面已经讲到归敬僧宝，那么这里特别提出三个代表人物。那这三个代表人物可以说是般若经里面的三大德，就是主要在说般若经的。那么在般若经里面这个小品十卷的跟三十卷大品的，那么基本上都是在讲般若，在说般若的。那除了佛之外，主要是以这三位三位为主，那弥勒菩萨是菩萨，那舍利佛、须菩提是比丘，那么基本上都是般若经里面三个主要的人物。那在这个前面是讲上次我们有讲到，就是前面是在讲他的不同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再来说，主要是指佛这上次我们有说过，就是主要是指佛。佛是救世主，那么救世的概念就是救度世间的意思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阿含经的就是那所谓的救度世间，就是让这个世间的众生脱离老病死那能够得解脱那所以这个是指佛佛是救世主、救世师那么弥勒是未来佛。就是他未来会成佛，包括后来的贤劫千佛那么《般若经》里面卷十五，弥勒成佛时在灵鹫山说般若波罗蜜，或是来此土。小品说，这个弥勒菩萨当来成佛于此土这里是在讲灵鹫山于此土说般若波罗蜜。那么在多帅天，他也是在说般若波罗蜜，因为我们的概念就是受到唯识的影响，认为弥勒菩萨是在讲唯识的。其实佛佛道同，那因为般若，因为般若是佛母，一切诸佛皆以阿耨，一切诸佛皆以般若波罗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所有的佛一定都是依般若，就是证得诸法实相而成佛就是为佛与佛乃能究竟了之嘛，所以一切诸佛皆是证得诸法实相。那么证得诸法实相的智慧，我们说过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一切诸佛所说的法也是要让众生得见诸法实相，所以一定是说般若波罗蜜。那么在初期大圣的般若经里面，弥勒是讲般若的后来我们是因为玄奘那么去印度回来，那么依所谓的瑜伽师地论，那么据说无着世上多率天，无着世上多率天听弥勒讲为是那么所以才传下这个瑜伽师地论。后来我们的习惯就变成弥勒是讲为是的，甚至虚云老和尚据说被这个红卫兵打的时候，那么上多率天见到弥勒也是听到为是。憨山大师做梦的时候梦见弥勒也是讲唯识，我们就变成习惯弥勒是讲唯识的。其实在初期大圣般若经里面，弥勒跟释迦佛一样，因为他是未来佛嘛，佛佛道同，他就是说般若的。所以你在般若经里面就初期的般若，小品的、大品的，就是下品的跟中品的般若里面，你都会看到弥勒是在讲般若波罗蜜的然后他不但在这个国土，就是未来，就是
再多算一天，他是讲般若波罗蜜，在当来成佛的时候也还是讲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这个，因为我们是受到这个后来弥勒就是讲唯识的，所以你唯识不懂啊，那么就要上多算一天问弥勒，或是等弥勒下来成佛的时候啊问他啊。其实这个观念是到玄奘来的时候才有的，早期的般若经即使在大智里面也是这样，弥勒是讲般若法门的。好，那么所以般若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三个主要的啊，我们刚刚讲般若经的三大的三，般若经里面主要的三个人物，一个就是弥勒啊，那么再来就是舍利弗跟须菩提。那么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甚至为弥勒菩萨为舍利弗跟须菩提讲般若波罗蜜。那你在般若经里面也可以看到，那么舍利弗问须菩提般若的时候，须菩提又跟舍利弗讲这件事要问弥勒菩萨啊。所以我们后面慢慢如果有上到的话了，因为这太长了，不知道上多久。那么它里面就有讲啊，这个在后面有讲，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讲。那么弥勒甚至为舍利弗跟须菩提讲般若，在般若经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件事。那为什么有舍利弗呢？因为般若经初为舍利弗说，初啊少为舍利弗说，后多为须菩提说啊。这个在大智里面也有啊，上道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啊。初少为须菩提，初少为舍利弗说。后这个是佛啊，佛初少为舍利弗说，后多为须菩提说。那么可以说以须菩提为代表，你看《金刚经》也是一样，以须菩提为代表。好，那么弥勒也为舍利弗跟须菩提说啊。那么所以这个，一心恭敬三宝，就是前面的佛法身啊。那身主要是四双八倍啊，前面我们说过的四双八倍啊。那当然弥勒、舍利弗、须菩提都在四双八倍里面啊。那么这个主要是菩萨，那就是弥勒等，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就是的概念，再讲一下啊。上次有讲，那么先把这个偈先大概了解一下啊。他实在在讲这种事。那么等啊，就是贤劫千佛，这个在般若经卷十五里面啊有讲，弥勒成佛的时候啊，他讲在灵鹫山啊，那小品额就没有讲灵鹫山，就直接讲在此土，在这个在此土啊。弥勒菩萨当来成佛，在此土讲般若波罗蜜啊，讲般若波罗蜜。好，那么贤劫千佛后面讲，贤劫千佛也是一样讲般若波罗蜜，因为一切诸佛皆以般若波罗蜜而成佛啊，所以他叫做佛母嘛。所以没有一尊佛不是以般若波罗蜜成佛的，不是以般若波罗蜜得解脱的啊。那么你要令众生得解脱，也是要让众生知道般若波罗蜜。所以即使弥勒菩萨现在再多算一天，还是在讲般若波罗蜜。那么在般若经里面也提到，那么这个来这个世间跟般若相应的人有两种，一种就是啊，升到天上天弥勒讲般若波罗蜜之后，然后来这个人间，升到这个人间来，他就跟般若相应。那么一种就是过去他就在人，在人间，然后听般若波罗蜜，然后再升到这个人，就是从天上多算一天听弥勒菩萨讲般若，天人下来做人的。一个是在人间听释迦佛讲般若，然后再来做的，那么他就会跟般若相应啊。讲这两件事。好，那么所以这个我们讲一心恭敬三宝矣，为什么讲这三个人啊？主要就是因为这样，般若经里面主要的三位大德啊，那么一个是弥勒菩萨，一个是舍利弗，一个是须菩提。那么好，那这个我们先知道。那为什么啊？现在再稍微讲一下，为什么弥勒叫做救世啊？我们说过，救世是指佛，但是因为弥勒当来成佛啊，一般救世就是主佛，佛就是救世师或救世主啊，救世师、救世主。你在
这个经典里面啊，经论里面可以看到啊，讲救世师救世主的啊，或是救世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指佛啊，那就是救度世间的意思。好，那我们再来看啊，他说所谓的救世啊，上次有讲过啊，那、啊、为如人为怨贼所逐啊，那么这个亲戚及官吏能救啊，那我们为烦恼啊魔业所逐啊，那么佛说法能救护啊，这上次我们有讲啊，再讲一下好啊，这个是在大智论里面的啊，智论卷七十一。这 上个星期有讲过啊，不过我们再写一下。救世间，所谓救，救世就是救世间，啊，救度世间呐 啊。好，救世间者，如人为怨贼所逐。若亲戚若官吏能救，众生亦如是。诸罪恶罪诸烦恼因缘，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救护世间众生啊，救护众生的概念。那么这个等就是弥勒啊，因为释迦佛下来就是弥勒，弥勒佛下来到贤劫千佛，一切诸佛啊，这个就是还没成佛，现在还没成佛，但未来会成佛的这一切啊，从弥勒开始算啊，所以叫做救世弥勒等。其实这个是指未来当来成佛的贤劫当来成佛的这一切人啊，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杂含啊，他讲这个概念就是救世，佛是救世主的概念啊。杂含三四六经，他说以世间有老病死三法啊，这个就在讲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那么一般的经的说法，佛出现在世间就是要让众生脱离老病死，那么要脱离老病死一定要说般若波罗蜜啊，你没有见诸法实相你不能出老病死。那么金刚经的说法就是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那无为法就是实相，那么你要见诸法实相你一定要随顺般若波罗蜜，听闻受持读诵啊，如理思维啊。那么他说以世间有老病死，不可老病死三法，其实这个就是轮回的代表了，老病死就是轮回的代表，生老病死，不断的生老病死，生死死生，所以叫做苦啊。好，
那么以世间有老病死三法，不可爱，不可念，不可忆故。如来出现，如来应等正觉出于世间。世间之有如来。那如来出现在世间做什么？就是说法，就是说法。为诸佛，为佛人说法，救护，救护什么？救护众生，救护受罪、罪业、烦恼及魔所障碍而不能解脱的众生。其实在讲这件事，我们也是啊，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受苦、一直轮回？因为我们有业，我们叫做一业轮回。我们是一业轮回，所有的众生都这样啊，所有的众生都是一业轮回。那菩萨可以依乘愿而来啊，那是不一样。我们来是做不了主的，但是有一些有力量的人，当然愿跟业都有。那么大菩萨基本上是乘愿而来的，大一切众生都是一业而来的，一业轮回的，他做不了主啊，他要去哪里？他要依他的业力啊，所以。因为这样啊，那我们才不断的受苦。那但是业从哪里来呢？业从烦恼来。那么你有烦恼，你就会造业。一旦造了业，你就没有办法做主。啊，就好像啊，你起贪心，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东西。一旦吃了之后，你的身体痛的时候，你就做不了主，你就没办法。它就是业，它就是要痛啊。那么所以。那么你要怎么样让身体不痛呢？当然，你就是要知道这些是不能吃的，啊，那么你要知道哪些是烦恼，这些是不能做的，啊，所以你要先断烦恼，啊，所以断烦恼你才能够消罪障、消罪业，啊，那么才能够离苦得乐，啊，那一般我们啊都是很常见，就是啊做法会啊写牌位啊要。消灾免难啊，灾难就是罪业了。那其实灾难是不能消的，你只能消烦恼啊，你只能消烦恼。那么烦恼不造这个业，你自然就没有那个罪。所以你要从烦恼下手，要从因下手，不是从果下手。从果下手就是啊，我已经有业了，我要把业消掉，这个是从果下手，不是佛法是你。已经有苦果了，就是你要知道苦果是从哪里来。你感受到苦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个苦是从业来，有了业就不得不受苦。你说我有业，我要让他不受苦，我告诉你，就是圣者也没办法，圣人也不能昧于因果啊，就是说圣人也不能不受报了，即使是佛。阿罗汉，这个目犍连神通第一、智慧第一的舍利佛，业果成熟的时候，他也要受苦，他也不能说我不要受苦，我有神通不要受苦，我有智慧不要受苦，不行。你的智慧不能让你苦成熟的时候不受苦，但是可以让你不起烦恼、不造业，未来不受苦。佛法主要是在讲这件事，但是我们后来。都从果上，啊，就是啊，我以佛的威德力，佛自己业果成熟，他也要受报，啊，但我们变成啊，以佛的威德力，文殊菩萨的威德力，观音菩萨的威德力，啊，像我们说啊，以目犍连的神通力，让我不受苦。目犍连神通第一，他业报成熟的时候，他也要受苦，只是他身受心不受，只是这样。那还没有得闻正法的时候，你很可能会不知道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你做了，所以你未来就必得要因这样。假设他成熟的时候，你就必得要因为他这样受苦。所以智慧最重要的就是让你辨别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那你要知道所有的善恶都会有业，就是有影响力，有潜在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一旦让它成熟，你就不得不受苦。佛法主要在讲这些事，所以你第一个要先知道，要有智慧辨别这个，然后要有能力，要展养自己的能力。有时候我们虽然有智慧，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控制不了自己，让自己不去做啊。所以你还要有能力。那么当你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你就可以第一点不造三恶道的业，所以你就绝对不会造三恶道啊。你又有这种能力，又有这种智慧，那个叫正见真相，你就绝对不会堕三恶道。虽然你还没有解脱，虽然你还没有见法，但一旦见法之后，那么就稳固了，你绝对不会再造这种业。那个智慧是很明理的啊，是能力是很强的啊。所以主要佛法是在讲这个东西。那所以佛重点就是说法，说法救护，就是佛并不是说用手加持你，用传出一个咒语，传出一个咒语让你背了就不受苦，不是。佛是说法，告诉你道理，你明白道理，生长智慧，生长智慧，那个源源不绝的，它不是靠外力的。智一指，法一指，讲的就是这个。好，那《杂含经》里面，以世间有老病死三法，不可爱，不可念，不可忆。那么如来应等正觉出于世间，那如来出现在世间，就是为众生说法啊。他说：世间知有如来，知有如来应等正觉。所知所见，所知所见，说正法力啊，就是如来说法，就是因为如来出世，如来出世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老病死啊，那么为众生解决老病死，所以救护啊，说正法力。所以啊，这里说啊，因为有这三法啊，那所以如来出现于世间。那么假设世间，假设世间没有老病死，我们不需要学佛；假设世间没有苦，我们不需要学佛；甚至啊，假设虽然有生死，但我们生生世世都不会堕三恶道，那学佛也没那么紧迫啊，因为堕三恶道的苦是很长远、很大的啊。那所以就好像世间上的病都是小病，那种感冒几天就自己会好的，那么其实医院也不太需要，医生也不太需要哈。但是有一些就是病很严重哈，会让你在病床很久很苦，甚至会死掉啊。那么这一些所以才需要医院跟医生。那佛法也是这样，那世间上有很多的苦，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苦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是救世的概念，救世的概念。那么救就是救度世间，世间是众生，世间五蕴世间、国土世间是有情世间，主要是以有情世间为主。那缘起最重要就是在讲世间为什么会有生死。缘起的最初就是什么？无明。最后是什么？苦啊，因为无知而导致你受苦啊。那这中间就是你起烦恼。那为什么会起烦恼？六根面对六尘，四名色六路处啊，四名色六路处，那么你就起烦恼造业，你就有种种的感受受。那贪爱起贪爱，执取爱取，那么就感召生死，就有就有苦，就有老病死啊。所以缘起就是这样嘛啊，四名无名行，四名色六路处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最初有无明，最后要受苦啊。那其实佛法在讲这个。那四谛主要就是在说啊，那这个一道啊，
依这个八正道可以得解脱啊。那这个在杂阿含里面啊，我们来讲啊。那这个我们把它擦掉了啊。旧世间啊，怨贼。好，杂阿含另外一本经啊。那这里后面有说啊，那么这个他说，因为有贪嗔痴啊，就是有烦恼，以贪嗔痴不断故啊。那么这个不能离老病死啊，这后面这个后面就有讲啊，因为有贪嗔痴，因为什么有老病死啊？以贪嗔痴不断故。所以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有烦恼啊，那要怎么断贪嗔痴？断贪嗔痴要怎么断呢？就是要戒定慧啊，修行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它就是这十个字而已啊。那好，那另外讲杂阿含经啊，我们先把这个所谓的救世的概念，那因为是佛才是救世啊，但是因为弥勒当来成佛，那么弥勒等就是贤劫千佛啊，那么都是救世。所以这个是指贤劫千佛啊，就贤劫千佛。那广义的说，那么一些大菩萨也是了啊。那但是依这个经《般若经》里面来讲啊，就是当来成佛的啊，就贤劫千佛啊。释迦佛是第三尊吧？啊，弥勒是第四尊嘛？啊，释迦佛是第四尊啊。好，那再看杂阿含。杂阿含760经啊，他一样啊，他说以世间有此三法啊，就是老病死了，以世间有此三法不可喜不可爱不可念，如来应等正觉出于世间。世间只有如来说法教戒。就是说法跟教戒，就是法跟律啊。那么有道亦能断此三法啊，这重点在讲啊，有道啊，有机啊，有道有机啊，就是有方法，有那个方法能够断此三法，断此老病死三法。把这个擦掉好了。那是什么呢？为八正道。八正道就是八正道。好，那么这个是如来之所以出现在世间，就是要让众生脱离老病死。那要脱离老病死，就是解脱啦。《金刚经》说的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就是我都让他解脱，离一切苦。无余涅槃就是离一切苦啊，有余涅槃还有生苦，还有生苦哦，但是心已经不苦了，生苦还有，心不苦。无余涅槃，生苦、心苦都没有了啊。那么主要是这样，那有苦。主要是因为有老病死，有轮回，主要是这样，啊，那你必须佛要让你离苦，啊，
不是传你一个咒啊，那传你一个手印啊，然后或者是主要是告诉让你有智慧，让你有智慧知道生死的真结是什么，解脱的关键在哪里，人为什么会有生死，怎么样才能够得解脱。所以佛法主要这两件事嘛，我们为什么会受苦，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就重点在讲这两件事而已。但是多数的人，多数的佛教徒，基本上很多都是啊，那么没有去了解这件事，就是不从烦恼下手，不从因下手了，都是啊，要依靠佛的威德力啦，啊，佛的心咒啦，啊，那佛的力量啦，啊，那么就能够灭苦。其实是佛法不这么说啊，所以有道有机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断这三法八正道，啊，八正道啊，这个是你要依这样去修。啊，那么八正道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正见，啊，那么最初的正见就是世间正见，那么最后的就是依世间正见，然后得出世间正见，那么就是什么见诸法实相，啊，那么见诸法实相，你就决定可以离苦。你一旦见法，就叫见法见缘起。你一旦见法，你就是四双八倍，你决定可以脱离轮回，啊，那主要是这样。那这个是佛说法。那后来啊，那么最早是佛说法，佛来这个世间就是告诉我们解脱的方法啊。那么如果依法华经来讲啊，佛来这个世间是告诉我们成佛的方法。后来净土法门传到日本去啊，那么日本就说啊，以这个净土宗的他就说，佛来这个世间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往生极乐世界，就变成讲这样了啊。诸佛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法、本愿门啊，就是为了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啊，让我们大家都能够送到阿弥陀佛那边去。后来就变成这样了。其实原来是说，佛来这个世间，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会受苦；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那怎么样不可以受苦呢？就是要灭苦因。那灭苦因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谁来都要这样做的，就叫八正道，所以叫做苦集灭道。苦就是我们现在在受苦，那么苦是一种结果，苦果。那苦从哪里来，你一定要知道，你不知道苦从哪里来，你就灭不了苦。那苦从哪里来，从烦恼来，种种的烦恼，所以叫做集啊。那么你要灭这个苦，苦能不能灭呢？可以，所有的苦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因缘和合的法没有自性，所以它一定能灭。那怎么样灭苦呢？就是要八正道，就讲这些啦啊。那但是因为我们后来明清以后，宋朝就开始着重法会，明清以后开始就变成主要着重在念佛持咒。那甚至我们自己也觉得一有问题我们就念观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啊，念什么咒来灭苦。那么我们的祖先我们也用念什么咒、念什么经来超度他，那我们自己的苦我们也念菩萨、念什么经好像就可以灭苦。没有，重点在灭烦恼，只有烦恼灭，那么你苦才能灭，烦恼不灭苦是不能灭的。好，那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所有的佛来都是讲这种观念啊，所以就是弥勒等。好，那后面啊，智慧第一舍利佛跟无真空行须菩提。好，那么这个是在讲啊，这个是在讲这个前面都是在讲他的德了啊。那么就是因为讲弥勒是当来下生，那舍利佛跟须菩提这两个都是般若经啊里面的主要的人。那舍利佛是智慧第一，须菩提是跟般若经有很大的关系，叫做无真空行须菩提。好，那这个在后面啊，《大智度论》的后面卷十一啊有讲啊，这个讲义底下也有注解十三啊。如果有讲义的话你们就看，没有的话我们就写。
这自解十三在课本的我看两百，如果您有这个讲义的话啊，它是在两百，两百八十七页，两百六十八页，两百八十七页，三五正三面啊。好，我们写一下好了。我们把这个写一下。好，这个救世的概念我们知道了啊，主要是指佛啊。那么以说法说法，那这个法能够解脱的就是般若，般若波罗蜜。好，那这里有讲啊，自论这个讲义底下有自论卷十一。他这里有说到为什么啊？他说少初少为舍利佛说，或多为须菩提说，啊，那他这里说到，假设是智慧第一，应该要多为舍利佛说，为什么啊？多为须菩提说啊？他这里是在讲这个问题了。他说佛弟子中智慧第一啊，自论卷十一啊，大家如果有。讲义就看讲义啊，没有讲义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啊。自论卷十一，那因为须菩提弟子中得无争三昧第一啊，那须菩提为在般若经里面，佛命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他说这个讲到。啊，这个须菩提于弟子中啊，无争三昧，得无争三昧最第一，啊啊，他说舍利佛，所以这个前面是在讲他们的德啊，那么智慧第一就是无争空行啊，舍利佛，舍利佛佛弟子中第智慧第一。其实这个舍利佛一般就是舍利佛就是舍就其实要写舍利佛了，其实要写舍利佛啊。那后来为了尊重佛啊，就是佛专用的尊重佛啊，就把那个人字旁去掉了，就变成舍利佛啊。其实是这样的，其实他的意思应该是舍利佛，因为他也是觉者啊。那或是说啊，基本上也可以讲舍利佛，因为他其实是舍利子啊，啊，那但是他也可以是，不是啊，这个佛我们说讲这个佛，有时候也讲这个舍利佛了啊，那么也可以写舍利佛，他其实是音译的啊，那但是后来就是这个，那音是一样的嘛，那也有人写舍利佛，也有人写舍利佛，啊，他说佛弟子中。智慧第一啊，佛弟子中智慧第一。须菩提弟子中得无争三昧最为第一。最低所以啊，他想因为须菩提跟这个舍利佛一个是智慧第一，一个是无争三昧第一啊，那所以啊，还有啊一些诸大菩萨啊，那么度众生啊，所以命说啊，临命相同是故命说啊，所以他后面也有可能是诸大菩萨啊，就是他讲那么
另外又说啊，诸菩萨者，宏大誓愿以度众生。临命相同，是故命说。啊，就是说波罗波罗蜜了，啊，所以这个主要是指贤劫千佛，其实就是大菩萨，就是当来下生的菩萨，这些还没成佛的，但是未来会成佛的菩萨，啊，那么所以，啊，贤劫千佛，未来会成佛的大菩萨。所以他这里讲啊，那么诸菩萨宏大誓愿以度众生啊，救度众生啊，是故命说。好，那这个无争三昧啊，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再来说啊，他就讲到后面的无争三昧，那叫做空行啊。那好，先讲一下无争跟空行的概念。那无争三昧阿兰若啊，好，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这样。无真空行须菩提，阿兰若行者，像《金刚经》讲啊，他说我是阿兰若行。那么阿兰若行后来就变成啊，他其实阿兰若行是极尽处的意思，行是行者啊，阿兰若是极尽处的意思，阿兰若是极尽处。那么他是原来是远离喧闹的这种环境，远离喧闹处啊，远离喧闹的这种概念啊。后来因为这样依极尽处而证得这个诸法实相啊，那么后来就变成啊，这个叫做无争。啊，后来阿兰若行就是变成无争行啊，后来就变成空行啊，其实是这样。那么。阿兰若啊，变成是在极尽处修行啊，远离喧闹，极尽处修行。那因为在极尽处修行，那么内心极尽，分正不起，啊，就是啊，应该是这样啊。因为在极尽处修行，内心极尽。分正不起。就是所有的纷争啊，因为你远离喧闹嘛，啊，那就变成无争，啊，叫做内顺法相，无为无证，外胜群心，令无证受啊。就变成无争。那纷争不起啊，基本上包括啊，就是这些细论啊，万象都不起啊，其实是这样啊，所以叫内顺法相。与法相应了啊。无为无争啊，写上面一点，
外顺群心。令无赠送，那无真也有很多种说法啊。那一般来讲啊，那么无真，须菩提无真三昧对第一，除了他是解空行者啊，他空行，解空行者解空啊，这个就是跟空内顺法相空相应的。我们叫做空相应。那空相应其实就是实相相应了。啊，当然你说舍利佛他也空相应啊，啊，他智慧第一，他解脱，他怎么不空相应？但是他这里还包括啊，就是外顺群心，令无赠送啊。那据说须菩提，那么就是比较有慈悲心啊。啊，其实所有的阿罗汉都有慈悲心，但是就是差别不太一样。据说须菩提要去托钵的时候，他会观察，啊，如果我从这条路去托钵，有没有人看到我不欢喜的？如果有，他今天就不走这一条，就走另外一条。如果他今天有前面有几条路都有人看见他不欢喜，他今天就不去托钵了，啊，他用这样来说明他的无真，啊，他的无真。好，那这个是在讲到啊。我们说这个《归敬三宝记》里面，啊，那最后啊讲到这个《归敬三宝》之后，那么特别提出在《般若经》里面的三大德啊，一个是弥勒，一个是舍利佛，一个是须菩提。那弥勒是菩萨，啊，所谓的菩萨就是当来成佛了啊。那当然还有其他大菩萨啊。那么另外比丘里面主要是两个。舍利佛跟须菩提，那么这个都是在般若经里面主要的三个人啊，主要的三个人。好，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那菩萨里面文殊菩萨不是智慧第一的吗？为什么没有文殊菩萨，而是弥勒菩萨？那文殊菩萨不是也是解空的吗？那为什么般若经里面都没有文殊菩萨，而是弥勒菩萨呢？啊，如果要以这个空相应的话，文殊菩萨不是也是空相应的吗？啊，那而且文殊般若跟般若法门是同流同源异流啊，是同一个本源啊。那为什么般若经里面都没有提到文殊菩萨，甚至没有文殊菩萨出来说般若呢？好，那我们稍微来说这一件事，就是初期大圣里面哈，啊，般若跟文殊般若这是两个，就是我们说同源异流了啊，就是他都是在讲比较讲实相的。那但是这两个还是不太一样。那在文殊般若里面，弥勒菩萨是没有在说什么，弥勒菩萨大概就是列明经首而已。而且他比较在文殊般若里面，弥勒菩萨比较可以说没有那么大的分量，就是他你很少看到他在说法啊。那么即使在说法也是不及文殊的。但是在般若法门里面，就是初期大圣的般若法门里面，其实不太见得到文殊啊，就是文殊菩萨没有什么出现啊，就是几乎没有文殊参与啊。啊，那甚至我们说比较早期的般若，比如说大般若经里面有十六会，前五会是早期的，都没有文殊。龙树时代啊，看得到的就是大般若经里面第一、第二、第四会都有了。啊，那么即使就是中品跟下品，就是比较早期的般若，那么基本上没有文殊参与。那么就算有，也就是列明经首而已，文殊是不说法的啊，也很少。啊，那所以在般若法门里面没有什么提到文殊，啊，文殊就算有。也只是列名，他也没有说法。那么都是说般若的，都是弥勒
说般若的都是迷的啊，所以在般若法门里面，文殊虽然是菩萨里面智慧第一，像舍利佛智慧第一一样，那么他也是讲实相的，但是基本上是没有文殊的啊，所以在般若法门里面是以弥勒菩萨为代表的啊，这个我们要稍微知道。好，我们先下课。
前面的归敬三宝偈已经讲完了。那我们最早的时候有说过啊，这个归敬三宝偈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个造论者，他会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个论啊，就造论之一。那么在俱舍论啊、诚实论啊这一些，他后面都会附，但是这里的造论者义只有一个偈而已，有些很多偈，就写了非常多的偈。那这里只有一个偈啊，就说我为什么要来写这个论啊，就是龙树讲啊，那就是这个大智论是龙树造的嘛。那稍微说明一下我为什么要造这个论。那这里有讲我今如立预言说啊，那如立在啊这个经典里面通常都是如粪如立，如立如粪啊，都是这样写的啊。那很多经里面都有啊，如立如粪或如粪如立啊。那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随份随力啦，啊，就是我尽力了，尽我所有的力量啊，尽全力的意思啊，就是就我所知道的啊，那么我尽量啊告诉大家预言说，我今如立预言说，就是啊我随份随力的啊把我自己知道的那么来跟大家说啊，那么大智彼岸实相异啊，这个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大智彼岸啊，基本上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们叫大智度嘛，这个就度到彼岸啊，大摩诃智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就是的实相的义理意义啊，基本上是讲大智度论嘛，实相义啊，论演说，演说是论嘛。论什么？论大智度义，论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啊，这个我们第一次有讲了，摩诃般若啊，应该是这样写。演说就是论嘛，啊，论义演说啊，论义演说。那么大智度，大智彼岸就是大智度路啊，摩。它基本上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这本经啊，我来解说这本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以《大智度论》是三十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这个是三十卷，十卷的叫做《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啊，啊，《般若波罗蜜》啊，这本经的实相义。就是来解释他真正的圣意啊，是，那么愿诸大德圣，愿诸大德圣智人啊，就是有智慧的人啊，有一切大德了啊，那么一心善顺听我说啊，其实就是一心善听啊，我们讲啊善顺啊，从这个善顺来讲啊，那如果以中文，以中文来讲叫做善良和顺啊，以中文来讲啊。中文的名词解释，他说善良和顺，啊，它其实就是好的了。那么它基本上是善，是所谓的不违逆的意思啊，这是心不违逆的意思，不会违逆。就是有些人听法的时候，先存有成见啊，然后反对啊，类似像这样，听完了之后啊，心里面没有办法跟法相应，没有办法所说的相应，那么他心里面就会有所谓的违逆。那么如果在宝偈经里面他也讲随顺善人秉受德行啊，就是我随顺这个善人一直亲近，然后我受到他的影响啊，他的德行感召啊，叫做以德啊，我们说叫做随顺善人秉受德行。那从法来讲，随顺善人信受正法啊，就是你不跟法，跟所说的法不违逆，你都能够什么契合相应，我们叫相应啊，其实是这样。那么经典里面通常就是叫做谛听，谛听一心，啊，就是专心一心，仔细，就是你仔细的听我说，啊，那么你能够如理思维啊，那么善思念之。一般来讲，《阿含经》里面常讲谛听，谛听，我要说法之前，都会讲啊，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啊，就是专心仔细的听，就是其实就是一心善听了。大智慧里面啊，就是。啊，这个要说法，他也有讲啊，要一心善听啊，其实就是意思就是一样，一心善顺听我说，其实就是一心善听，
也去阿赖耶里面的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啊，就是要如理思维了，啊，要如理思维，啊，那如理就是不跟，不跟这个法违逆，心不违逆于所说，不违逆于所说，啊，就是相应了，以所说法，啊，那么跟佛所说的，现在是龙树说的，啊，不违逆我所说的，啊，如理思维。好，那么，这里的偈就到这里结束了，啊，那么底下就开始，这个是龙树之前写的偈，归尽三宝偈，那后面有一个明照论者义。好，那么讲到这里，这个偈就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讲，那么龙树开始，我们先了解大智度论哈，他30卷的般若经前面哈讲得非常细。啊，像我们跟大家讲也是，有些讲得非常细。那，你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啊哪里哪里，这样就讲好几卷了，这样就讲好几卷了。那后面就没有，后面就很多经，很多字才讲一点点啊。那所以他前面讲得非常细。那据说他是有删减过，就是有浓缩过的。就前面讲的比较细而已，前后面就没有讲那么细了。那现在我们讲的是这个偈，后面开始再讲。那我们还要知道，大智论里面有很多叫做因论生论的，啊，就是你如果没有把它做科判或把它归出来，你会不晓得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啊，因论生论，这个论是在解说的嘛。言生因论生论，啊，不是这个生写错了，因论生论，这个论是在解说这个经的，但是这个论里面又有一些问题，就一直这样，啊，比如说这个论是大智度论，在解说经的，在解说经的，啊，就常常有这个，所以有科判我们就会知道他在讲些什么，讲到很久才回到主题啊，又讲，啊，所以这个论是在说这个经的，但是这个论底下，啊，因为这个论不是因为这个经，因为这个经解释有这个论，但是不是解释这个经，因为这个论底下还有论，那这个论底下还有论，所以有时候论了好几层哦。那我们如果有科判的话，就比较容易知道，啊，然后再回到他论了好几层，啊，就是逛了一大圈再逛回来，又逛回来就开始讲经，啊，所以这个我们稍微要读大智度读论的时候要稍微知道这个啊。好，那现在开始说佛以何因缘故啊？如果你们有这个课本的话，它上面有印顺导师的大智度论笔记啊，因为印顺导师很注重大智度论啊。那它里面有说到所谓啊，那么这部经的上面。啊，它有一个大标题叫做《般若缘起21世》，就是后面有很长的经文，啊，很长的经文讲到这个《般若经》，就是第一卷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个，第一卷全部都是在讲啊，佛为什么说般若蜜，啊，就是第一品啊，第一品啊，然后第一卷差不多都在讲这个，啊，总共有21件事。总共有21件事，啊，那所以叫做般若缘起21世，啊，般若缘起就是说，那佛为什么要说般若蜜，啊，那就好像前面说，那龙树为什么要讲大智度论，啊，他简单用一个偈概来讲而已，那这底下佛为什么要讲般若蜜，就讲了非常多啊，讲了非常多，啊，好，那我们一个一个看。总共有23件事，不是23件，21件。啊，我们先来看经文。他说：“佛以何因缘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诸佛法不以无事及小因缘而自发缘。”好，我们先讲到这个诸佛法。诸佛法这个概念，你说诸佛法有什么好讲的？啊，不是哦，我们不要误会哦，不是。这里的诸佛法
他意思是诸佛常法。这个不是佛法一个词哦，不是哦，诸佛法，这个法就是一种理则，一种原则啊，就诸佛的原则理则，比如说人法，诸人，比如说人法，人法，人法，佛法啊，就是成了佛会怎么样，那是一个人他就会怎么样啊，类似像这样，他这个法是一个法则啊，就诸佛常法。它不是一切诸佛的常法啊，其实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啊，我们看这个不是佛法哦，这个不是佛法的概念，是诸佛法啊。那其他的啊，也可以说诸佛之法啊，诸佛常法或诸佛之法啊，基本上是这样。比如说啊，我们举个例来说了哈，比如说大智度论卷七，这个在其他的经典里面常常也会啊，比如说他讲佛法，啊佛法有时候不是指我们说的佛法，而是佛的法或佛之法、佛常法啊，也会就这样啊，比如说智论卷七。他说：“用大人法故啊，大人法也就是佛法，用大人法故，以大人法故了啊。因用就是因了，因大人法故啊，就是我的常法，虽有大悲，不请不收。意思就是说，佛为什么要人家请转法轮他才说？啊，那不是有大悲心吗？啊，那用大人法故啊，就是佛法，也是讲，也可以讲啊，诸佛法。因为佛成了佛，他就是这样啊，要有人请来显示这个法的尊贵啊。那这个是所谓的大人法啊，跟诸佛法啊，这个法啊，所以这个不是佛法诸佛法，而是诸佛。啊，是这样。那比如说卷十，智论卷十。啊，我们不要看到佛法就好像佛法是一个词，不是哦。啊，智论卷十。他说，佛人中生。佛人中生受人法啊，你看。就秉受人法，啊，就是人法是什么啊？他就是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他就是站着走路，啊，他不是四只脚走路的，啊，然后类似像这样，然后他就是父母生的，啊，不是像天人化身的，啊，所以叫做受人法，秉受人，人会有的他都有，啊，其实是这样的。那么佛有的，那么佛法就是诸佛，就是诸佛。他都是这样，比如说诸佛皆是以阿，诸佛皆证得诸法实相，诸佛皆以般若证得诸法实相，诸佛皆有大悲心，诸佛都要人家请转法轮，啊，类似像这样啊，啊，好，这个叫做诸佛法，那么这个人法或是诸众生法，所以生。所以生死与人等，他说受人法，人法是什么呢？就是人是什么？寒热，他会冷会热，啊，会有老会有病会有死，这个就是人法，啊，会有老病死啊，这个也是人法。寒热生死与人等，这个跟人一样。啊，这人会有的，他都应该有。那佛有的啊，一样诸佛法与人等。
啊，所以比如说啊，比如说卷二十六，自论卷二十六，他说佛欲度人。一行人法，那不是一行，四行人法，视线跟人一样啊，人两个眼睛，他不能三个眼睛啊，人两只手，他不能四只手啊，啊是这样，啊佛欲度人，四行人法，生老病死，寒热饥渴，啊，就是人法就是什么？有生老病死，寒热饥渴，啊，啊，这个是这人法就是有生老病死，寒热饥渴，啊，都一样啊，所以佛，啊，佛会口渴，也会饿。也会生病，啊，也会背痛，也要休息，啊，世界像这样啊，就人法，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就是人法，这个是佛法，佛法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佛教那个佛法啊，般若波罗蜜经是佛法，不是，是佛啊，它都会有什么样，只要是成了佛，基本上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或是一个样的表现啊，那只要是人，他就会有什么样的状况。状态啊，那这个是佛法。好，那他这里讲诸佛法，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啊，就是诸佛常法，不以无事及小因缘而自发言啊，他不会因为小见识啊，只要是成了佛，绝对不会因为小见识。就好像诸佛法，佛不会大笑，佛不会狂笑，佛不会暗笑，不会，都不会有这种事。佛也就阿罗汉不会，阿罗汉不会悲哀。不会哭了，阿罗汉不会哭啊。那么类似像这样啊，这个叫做法，一个原则，一个法则了。好，所以诸他这里讲诸佛法啊，我们把它写一下好了，把这个文写一下好了。有些人没课本啊，诸佛法不以无事及小因缘而自发缘。诸佛法不以无事、啊、这个要记得，这个是这样、啊、不是这样，不是诸佛法、啊、诸佛法不以无事及小因缘而自发缘，就是佛不会自己这样讲啊，及小因缘那么他底下有个譬喻啊，他说就好像须弥山王啊，这个大山呢、啊，不以无事及小因缘而动啊。那么今有何等大因缘啊？譬喻我们就不写了。今有何等大因缘？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都要先讲啊，佛为什么要说这些啊？那包括《龙树写大智论》《归敬三宝》之后，都要讲我为什么要写这一部论啊？像这个偶遇大师写《弥陀要解》，他也讲啊，那么已经有那么多人注解了《弥陀经》，我为什么还要来写这一本啊？都会写这个，有的写在跋里面，有些写在序里面，那这个写在记里面啊。那么现在就开始讲啊，不以无事及小因缘，那开始讲佛为什么要讲。波若波罗蜜经啊，那么就好像佛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佛为什么要说法啊？就前面讲要救度世间嘛，啊，好，那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那底下啊，底下啊，我们先来讲这个啊，先讲这个有何等大因缘故啊。那在这个啊，底下龙树讲总共讲了21件事。不过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他当然这21件事啊，很多都是从《般若经》里面啊，那么找出来的啊，就是他理解这个《般若经》里面的一些说法啊。那么好，那么先讲所谓的啊，《摩诃般若》卷十四啊，我们先来看《摩诃般若经》卷十四。般若卷十四，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十四了，在这本经的第十四卷里面，他有这样说：须菩提白佛，这个须菩提讲，这个是须菩提说的啊，就是说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就是为什么会说摩？我会说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般若波罗蜜为大事故起，这个大事就是我们刚才讲。他就要救度世间，这是一件大事。等一下再来讲啊，这之前我们有讲过啊。那么为不可思议事故起，般若波罗蜜啊，一个为大事故起，第二个为不可思议事故起。第三个，为不可称事故起。啊，这个就是说有什么大因，有什么大事，要讲这个了啊。为不可称事故起，啊，就是出现了，升起。那为不可为无量事故起，那其实是不可量的啊。般若经里面是讲为无量事故起啊。不过在同小品同样的这个经里面，它是写不可量啊，就是不可思议、不可称、不可量啊。那无量有一点点。我们误会是那个无量啊，不可量啊，其实就是不可思议、不可称、不可量事故起啊，就是这个无量其实就不可量啊。然后第五个啊，为无等等事为无等等事故起。好，那重点是主要是这个啊，这个是须菩提说的哈，为大事故起。那什么叫做为大事呢？他说什么是为大事啊？诸佛大事者。为救一切众生啊，就是刚才我们讲救世弥勒啊，那弥勒说般若，主要是要救度世间啊，为救一切众生。这个就是前面说的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那佛出现在世间在说什么？说法。那为什么说法？说法能够真正救度世间、出生死的是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啊，其实是这样，为救度。为救一切众生，
不舍一切众生。那么，所以他后面啊，就我们前面有说到，龙树菩萨在讲啊，什么叫做救众生啊？这《般若经》里面啊，《般若经》卷十，这个是卷十四啊。那《般若经》卷十，《般若经》卷十，《摩诃般若波罗蜜》卷十。他说到啊，菩萨摩诃萨成佛时啊，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啊，菩萨成佛时啊，我们简单写就好了啊。菩萨成佛时，他的原文是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啊，那我们就写菩萨成佛时就可以了啊。菩萨成佛时，救众生生死中种种苦。救众生啊，其实就是主要是这一件大事啊。那龙树后面列了，当然列了很多，列了21件事啊。救众生生死中种种苦，意味断事苦故。而为说法，啊，就是我们刚才引的杂含啊，出现世间，啊，因为众生有老病死，啊，有生老病死，老病死就有种种苦啊，然后所以要佛要出现来说法，而为说法。那怎么样才能够让众生出老病死呢？就是要有见实相、见缘起的智慧，你先要有法住智，啊，就前面我们说过，知道。人为什么会生死流转，然后才有涅槃智，才可以断生死轮回啊，结生死流啊。那么意味断事苦故而为说法，众生闻法见以三圣而得度脱啊。那众生闻法，那么你要闻法之后信受奉行啊，闻法，然后了解了见诸法实相了啊，契入实义了，那么你就能够怎么样？你就能够截断生死流啊。那主要就是什么？主要就是我见我爱嘛，啊，那众生闻法见以三圣而得度脱，啊，这是声闻必知佛佛啊。那么依大圣的观点来看，当然最主要是要让你成佛，但是般若经并不讲一切众生都成佛，啊，但是不管你证阿罗汉也可以。啊，那么主要就是让你离苦，那最好成佛，因为佛可以再度很多众生嘛。啊，但般若经不是讲一切众生必尽成佛，它是讲一切法必尽空，但是没有讲一切众生必尽成佛。法华经才讲一切众生必尽成佛。啊，那么这个楞伽经、如来藏经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可是般若经不是这样，般若经证了阿罗汉、焦芽败种，它是不能成佛的。到了法华经没有这种焦芽败种，它可以回小向大，那毕竟成佛，所以是不一样的啊。好，那么众生闻法见以三圣而得度脱，啊，所以这个是从般若经啊卷十四卷十五来讲啊，最主要就是啊所谓的大事，就是佛为什么要，就简单讲就是。佛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啊？那两个，一个就是众生听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可以出生死轮回，那么菩萨听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可以成佛，然后再来度很多的众生，为众生说般若波罗蜜，主要也是这样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啦。好啊，这个是从般若经里面讲的这个所谓的大事，就是救度世间。那龙树在底下列了21件，就是佛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那我们先举般若经里面主要啊，须菩提讲
那佛说的啊，好，这个我们擦掉了。那其他的啊，不可增事啊，无量事啊，啊，这个主要在讲佛的这些功德了啊，啊，大家再看就有了啊，《般若经》。那现在讲啊，那二十一件事啊，我们先理解一下，先知道有哪二十一件事，然后再一个一个来解释啊。那底下他就讲啊，那有什么大因缘啊？佛要说般若波罗蜜。那底下就说讲第一件事就是为弥勒说菩萨行，那主要是弥勒啊，弥勒本来是比丘啊，那后来啊，因为当来成佛，那成佛以前都叫做菩萨，成佛以前都叫菩萨。菩提有三种，那么一般我们讲的菩提是所谓的无上菩提，菩萨是菩提萨埵的意思哦，啊，它是简称呢。到鸠摩罗什他说翻译都简称了，啊，就是三个字变两个字，两个字有时候变一个字，啊，四个字变两个字，啊，就是这样。菩萨是菩提萨埵的意思，啊，然后中国人好简啊，简单啊，菩提萨埵。就是觉，菩提是正觉啊，萨埵是有情。萨埵是有情，菩提是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是正觉的有情，我们翻译叫做觉有情。而不是迷的，啊，是觉有情，其实是这样，那其实是菩提萨埵，四个字就翻两个字，啊，三个字就翻两个，三个字就减一个字，比如说阿罗汉就直接讲罗汉。啊，两个字就变一个字，佛陀就讲佛，其实是这样，生且就讲生，啊，那两个字就变一个字，啊，比如说佛，佛其实应该讲佛陀，啊，不打，啊，那生且，啊，那讲生就翻一个，啊，生，法，才意义，啊，达摩，啊，也是两个字就翻一个法，生且，其实它是生且，叫做和合众。啊，反正就是这样简称了啊。那菩萨好，那菩提有三种啊，这我们知道就可以了啊，大概知道。啊，菩提有三种。啊，菩提声闻菩提、缘觉菩提，因为三圣都有正觉，啊，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跟佛菩提。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这个就是三圣，缘觉菩提跟佛菩提，啊，那这个佛菩提一般讲，我们讲发菩提心，一般是指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就是无上菩提。那这个声闻缘觉不能上无上菩提，因为声闻缘觉的后面有佛，啊，佛后面没有了，啊，所以叫做无上。在后面没有了，最就近了啊，没有了。那一般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啊。阿耨多罗，耨多罗是上的意思，阿是无的意思，阿耨多罗无上啊，三藐三佛陀啊，正等正觉啊，其实是这样。那一般我们讲发菩提心，通常从大乘佛法只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无上菩提的心，就是发成就无上菩提的心，就是发成佛的心。简单讲啊，其实就是我要成佛，其实就是这样，啊，就成佛的心啊，啊，所以阿耨多罗，耨多罗是上的意思，这个前面有个阿都是无的意思，否定，阿弥陀佛无量光，啊，是无否定的意思，这个无。上三藐三佛陀三菩提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是正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菩提是觉，啊，有时候讲正片之，啊，那其实是这样。好，那菩提有三种菩提。好，那我们来看啊，这弥勒菩萨
先来看这个。这个他说，佛于三藏中，啊，三藏是经律论，啊，三藏是经律论。那佛的时代有没有论？佛的时代有论，但不多啊。那论多数都是在解释经的啊。前面我们有说过嘛。那么布派的时代有三种论啊：摩耽里迦、阿毗达摩及昆勒。那昆勒比较重在贯通经义，阿毗达摩比较重在分别法相啊。那分别这些名相。那阿这个摩耽里迦重在这个大纲、大中纲要啊，这三种论不太一样。那佛时代，佛本身比较没有，佛说的基本上都是经啊，但是佛时代佛弟子啊，佛很少讲到很多，很少很少，通常都是简单的讲。那弟子在因为不懂，再去问舍利佛啦、尊阿难啦、问富罗那啦，那么解释佛所说的，那就变成论啊，就变成论。那所以佛大迦叶并没有结集论，大迦叶只有结集经跟律，就是法跟律啦。那我们讲三藏是经律论，我们讲三藏是经律论。这个我们把它擦掉。所谓的三藏十二部，三藏是经律论，十二部是十二种体裁，啊，三藏。那么三藏经律论，那经就是佛说的法。律就是字的戒，啊，这个教说教戒，啊，那主要是这两个，教说跟教戒。那一般叫做如来正法、如来正律、正法律，啊，如来正法，啊，如来正律，一叫做正法律。就如来正法律，正法律。那大迦叶结集的时候，其实只有法跟律。首先，依优波里结集律，最早是结集律，啊，分八十次送出，叫做八十送律嘛。最早是这样，啊，八十送律，律是八十送律，分八十次送出了。那后来因为太多了，把它简略，后来变成十送律。鸠摩罗什就是依十诵律的，龙树应该也是依十诵，龙树好像那个时代也是依十诵律的，就是简略的啊。那他基本上是一切有部的，十诵律也是一切有部，但是优波离结集的啊，就古律是八十诵律。那后来我们现在的那些律就是都是部派的了，啊，包括南传的也是一样啊，都部派的。那么法的话主要是杂含。我们叫做相应部阿含，主要就是阿含经啊，就是杂阿含。杂并不是杂乱，杂的意思是次第，按照次第叫做杂，这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啊，就杂阿含相应的啊，主要是这样啊。那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经越来越多，后来多到就开始又分成四阿含：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正一阿含。那律的话当然也有多一些也有少一些，但是后来就缩减啊，八十诵律也缩减，那太多了啊，那基本上是这个。那论大迦叶结集的时候还没有结集论，是没有结集论的。那但是佛时代基本上就有论的形式存在了啊。那么三藏十二部里面一个十二种体裁，一个叫做论义啊，就有论了。不过论是在解说律跟解释经的啊，其实是这样的。好，那大圣当然就有很多论了，部派时代就有很多论了，啊，最有名的据说是第四次结集迦尼瑟迦王结集的大毗婆沙论，啊，那个就是从一生六足论啊，那么这些都是啊非常的多
那都是在解释的。那我们前面讲过了，有中间论，有四经论。那这里讲三藏中啊，所以佛于三藏中。那么佛时代就有论，但是佛时代并没有所谓的三藏，没有这种概念了、啊。意思就是说，在三藏里面，佛广引种种譬喻了、啊。就是说，你这样看很容易误会说佛在三藏里面好像佛有讲论这样。那么应该是说，在三藏里面，你可以看到佛引种种的譬喻，啊，其实是这样，因为佛的时代并没有所谓的论，有论的形式了，但并没有所谓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经历论，啊，我们现在的论都是后代的祖师啊，依照佛的，比如说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佛时代当然也没有啊，大毗婆沙论也没有，你现在看到的很多论佛时代都没有，没有，佛时代就是讲经讲法啊，讲律啊，其实是这样。那当然佛有这种论义的形式是有的，那多数是弟子，多数是佛弟子啊。所以我们会如果看到这个会误会了，佛于三藏中广引种种诸喻、啊、就好像论是佛写的佛说的一样啊，不是啊。啊，那么为声闻说法，不说菩萨道啊。这里再讲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么为什么结集的经律里面啊，那么没有看到菩萨道？其实你仔细找也不是完全没有了啊，但是就是不多说，就是不常说就是了啊。那好像说阿含经里面也很少说空啊，为什么般若经里面那么多空啊？那阿含经里面很少啊，小空经、大空经就几部啊啊。那菩萨道也不是完全没有啊，就是没有特别说菩萨道了，但是类似像这种概念啊，就是要以利他为主的这种概念其实是有的、啊、那么他说，但是这个是龙树那个时代初期大圣那个时代了啊，他说这个经啊，一般的经里面没有讲到，就是阿含经啦 阿含经啊，这里主要讲的经，实际上三藏里面主要是阿含经啊。如果大圣经那就很多了，那怎么会没有？菩萨道多的是啊。所以他说，这个佛说的经跟字的戒，以及佛在有时候在解释，就是佛弟子解释这一些经或律的时候，那么并没有啊看到所谓的菩萨道啊，并没有。他说，只有在哪里有呢？中阿含本末经、啊、那这个本末经、啊、如果我们有书的话看一下书、啊、它注解、啊、它说本末经有三种汉译本、啊、我们写一下好了、啊、有些人没有课本。好，这个本末经、啊、里面讲到中阿含，那如果是南传的话就是中部、啊、中部长部、中部相应部。那么中阿含本末经，中含就是中阿含，中阿含经啊。那我们说四阿含其实是本来只有杂阿含，后来越来越多，太多了又分啊，就变成四部：中阿含、长阿含、真一阿含啊，那杂阿含啊，就分开了。那现在这里讲说中阿含本末经。他这里写中阿含本末经、啊、我们就照咒子写好。他在主要、啊、说本经卷十三的说本经，中阿含卷十三说本经。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主要有三种啊，古来世经，这个是单行本的，这个是编在中阿含里面的古来世经。第三个咸鱼经卷十二婆婆离品，
悬疑经也很多故事。卷十二。婆婆离品。婆婆离品。婆婆离。那中阿含本末经在讲这个弥勒这件事啊，那就是跟我们一般理解的不太一样啊，而且讲得很长啊。中阿含的经都比较长，长阿含也是，真阿含也有啊，长阿含更。那么杂阿含的经都很短啊，都不是很长，不是很长啊，大部分都很短。那这里再说到就是啊，那北传的也有一本叫做这个转轮圣王修行经啊，南传的有这个转轮圣王狮子吼经啊，另外有就是受记两个比丘啊，他在讲跟我们一般理解的不一样啊。那么我们一般讲弥勒阿逸多啊，弥勒是慈氏啊，他的姓，阿逸多是他的名啊，无能胜啊。一般我们讲他这里在讲说，中阿含本末经中佛记弥勒菩萨如当来世当得作佛。那么佛记两比丘啊，第一个阿逸多啊，他写阿逸多，他其实他阿逸多了一样哈，他阿逸多，阿逸多就是我们说的阿逸多了啊，阿逸多，阿逸多是无能胜的意思，阿逸多啊。第二个就是弥勒，但我们一般的说法现在就变成弥勒阿逸多是一个人，啊，但在中阿里面，他这是两个人，啊，弥勒阿逸多，啊，那他受记这个，他事情是这样子的，佛有一天在说法，说未来，啊，他说未来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啊，就是有罗王出世，有转轮圣王出世，啊，佛说，啊，应该是这样讲。他说：“啊，一人寿八万岁时，应该这样讲，人寿八万岁时，八万岁时，或是八万四千岁，有转轮圣王出现一世，啊，我们写在这里好了。”人寿八万岁时，啊，有转轮圣王出现于世。第二个，人寿八万岁时一样，啊，有佛出现于世。那这个转轮圣王叫做罗王，啊，这个转轮圣王，他叫做罗，名字叫做罗，有叫做罗的这个转轮圣王出现一次，那这个佛名字叫做弥勒，这个佛叫做弥勒，好，他在做这件事，好，那当他说到，当佛，当释迦佛开始说到未来人寿八万岁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罗的转轮圣王出现一次，这个时候在座中的阿逸多比丘就说：“啊，那我未来啊会出世，我未来希望啊，就是他希望我成为转轮圣王，然后出家修行，然后得解脱，啊，
那佛在这个本末经里面呵责这个阿逸多比丘，说你应该要求这个解脱啊，一开始就要求解脱，怎么会就是怎么会说要就转轮圣王啊？那就是有呵责他。然后佛在说，那未来人说八万劫的时候有法王啊，转轮圣王跟法王。那转轮圣王名字叫做罗，这个时候阿逸多比丘说要起来，那未来他希望成为转轮圣王，然后在弃王位出家得解脱这样了、啊、那未来是有八万岁有佛出世，名字叫弥勒。这个时候弥勒比丘就起来说，未来是啊，我未来是我愿意成为就是这个当来成佛的弥勒啊，佛就这个赞叹他啊，然后佛受记，虽然佛呵责这个阿逸多，但佛也受记，你未来会成为转轮圣王，然后出家证阿罗汉啊，得解脱。那佛也受记这个弥勒，说你未来赞叹他，然后佛呵责阿逸多，但仍然受记，说你未来啊，人说八万岁的时候会成为转轮圣王，然后出家证阿罗汉，得解脱，然后也赞叹这个弥勒，说你未来是八十三岁的时候你会成佛，那就叫做弥勒啊。其实是这样，所以这个本末经里面就佛记弥勒菩萨，你当来是当得作佛，号智弥勒啊。那也只是这样讲。但没有说，那你要怎么样成佛？要行菩萨道，要怎么成行菩萨道？就没有讲这个了。就是说，《阿含经》里面其实没有特别讲到行菩萨道这一件事啊，啊，所以啊，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初期大圣的时候，其实部派佛教是反对大圣经的，认为大圣经是这一些佛弟子自己编的啦。啊，那根本就没有这些事啊，啊，就所以啊，他就说那怎么佛没有讲啊，没有不说种种菩萨行。那么现在啊，弥勒就是龙树讲，佛现在为弥勒菩萨等广说诸菩萨行，是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我们说《般若经》里面最主要的，佛为他说，那么。他也为别人说的，就是弥勒菩萨，啊，所以第一条他说佛为弥勒菩萨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那在般若经里面，弥勒菩萨也为舍利佛须菩提说，那须菩提也为其他的菩萨说。那须菩提为其他的菩萨，主要是指在家菩萨，啊，那这里的弥勒菩萨是出家菩萨，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好，那么这个是在讲到第一个啊，所谓的中阿含本末经里面讲弥勒跟阿逸多。其实是不一样的啊，中阿含里面一个是转轮圣王，一个是法王啊。那第二个就是佛为弥勒说般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刚才讲啊，有三位大德，第一个就是弥勒，第二个就是舍利佛，第三个就是须菩提。那这个在这个归净三宝记里面后面就把这三个特别提出来啊，归净啊，其实是这样。好，因为时间到。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第一个佛为什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当然，弥勒当然成佛，那成佛都需要啊，要救度众生，因为要救度众生，那么救度众生就一定要知道诸法实相，那《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在说诸法实相的啊，所以一定那么成佛一定要知道诸法实相，那要救度众生也一定要为众生说诸法实相啊，所以佛为弥勒等说菩萨行。那《般若波罗蜜经》里面除了诸法实相之外，很多讲怎么样行菩萨道，什么是菩萨道啊，讲了这些东西。那弥勒啊，当然他当来成佛，那他只是发愿要成佛，但是他还没有讲怎么成佛。佛只是受记他未来成佛，但佛还没跟他讲要怎么成佛啊，所以《般若经》就是说那后面就是要讲教弥勒菩萨怎么成佛啊，其实是讲这一些。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我们礼佛三拜。